边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好像翅膀那个哈，都比较软。腹鳍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背脊都很硬的，所以这个就要很有力道哦，提顿就要用到这里来，所以这个就从这里开始，你要一直拉到这里，要顿。然后转回来要顿、哦、那这里还要拉着要顿，这个要拉过来还要顿，拉过来还要顿，拉过来还要顿、哦、就跟着这个一直转，就要用浓墨来描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要下来一点才连到这里。哦、连到顶上还要顿，这里要从下面这样顿提再顿下来一点点，顿在这个地方下来一点点，顿在这个地方下来一点点，顿在这样才有看到那个根的力量，那个张力的力量、哦、这个顿顿顿啊，再顿，不是 silk， 是什么？是 silk， 哦 ，silk， 是 silk， 对，嗯。You can feel this. 这个。No, I don't want it. This is. 顿。这个要顿，要浓墨来画这个，你才不用两次，哈。这。他会写意。他会写意，哎。写意跟我们这个，你要跟他讲，这个是国画的基础，是等于他们的素描，不然他不知道。这个基础没有画，写意画就画不好。你这个要跟他说明。This is like a fundamental skill for Chinese painting. It's like a sketch. No, basic skill for all Chinese painters.Younger children should come and this is a good history. Right, right. You have to learn this as a fundamental, and then you go from there. Yeah, well, she will come next time. Uh-huh. Yeah. Let her know yeah. she'll see me. Okay. Welcome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点哦，这个点很重要哈、哦。要怎么画？画出不能说像一个国旗，整个都颜色，像日本国旗整个都红的就不好看啊。这个要怎么做？我现在是要头重啊，尾巴是轻自然的，所以你这个尾巴以上，你就要上水，好、哦，你就上水。现在我上水了哈，假使太多了，我们就给它吸一下，哈，不要给它印得好像很宽哈，你就吸一下。现在应该这个是接近你是浓墨了哈。这个就把它弄得饱满，很饱满的一个，哈、哦，就从这里下笔，满满的这样下，满满的这样下。
现在只要是它阴不开，我们就水多一点，给它阴开，后面的要给它自然。这套也不做彩色，要做黑白。要，现在只是弄底。嗯。这样，水把它弄圆的。我想这一粒是要给它圆的，所以你可以用圆的，它会印到这里，哈。现在我们从这里稍微把它和进来，和进来。这里才会漂亮，哈，用厚的，用弹的，哈。假使不够黑，想加，你就这个时候就要加，为什么？哈，还没干。我们把它弄到这里来遮，就更黑了。我们再上一层嘛，哦，老师，你做这么黑的理由是不是因为以后要变红？黑的要混黑，因为以后要用红色，所以要很黑吗？还是说我对？这一条想弄黑的呢，整条黑的，黑的也是要这么黑。我想下面给它深一点，上面给它亮一点。湿湿的时候就做，哈，就黑的给它宽一点点。也是因为下面是那个纸，这样子会不会？上面是亮的。不是那个下面是纸，所以你现在太湿了。凉掉了，哈。嗯。凉掉。因为太湿。我才想要弄那个效果呢。哦，是啊。我想说要把它弄，不要说全部说，点的里头很干净，点的里头可以。什么灰灰啊呢？哈，有迄点出来呢。有点点。哎，对，好像有变化。我怕是沾到油了。卷子很难画。不是，不会。不能太湿。很好画。不怕破，优点是不怕破，不怕起毛。可是这个颜色哈，它不会像那个。不会一次都吸上去，对，有时候要弄好几次，好。要抓起来，放什么煮下去？休息一下哈。